真实晚清的民生百态，与清宫剧的不一样。图三令人心酸，不以真实晚清的民生百态。清朝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，到了晚清依旧如此，封建思想依旧影响着人们。一妻一妾在清朝是标配，妻妾成群是常态，一夫一妻则十分罕见。图为晚清妻妾合影的瞬间，容貌只能算是清秀，三寸金莲看着都疼。真实晚清的民生百态，晚清女子的剧妆整，浓妆艳抹，身姿窈窕，尤其这张老照片上色后，却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民生百态了。真实晚清的民生百态，这张是要赶集的村民，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开始一天的劳作，为了温饱，即便那么辛苦也要去劳作，看着令人心酸不已。真实晚清的民生百态，慈禧太后是晚清实际掌权人，事事力求最精致的享受，老佛爷极爱美，看看这张老照片亦可看出一二。而清朝在慈禧的统治下呈现出民生百态，真实晚清的民生百态，藏族王公贵族的女儿的老照片，她容貌清秀，气质典雅，比清后宫的妃嫔美多了。此外，清朝当时就已对西藏进行了了有效的管理，汉藏之间也有通婚现象了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